第40题，假设你的身体潮湿，电阻为1000欧姆，当碰触到家用电源110伏特，根据上表，身体可能会有的反应为何？那我们根据公式，V 会等于 IR，那我们的电压是110伏特，我们的电流不晓得，电阻呢是1000欧姆，所以电 I 又会等于110除以1000。等于0.11安培。那么我们看到上面的表格，看到如果我们的电流超过了0.07安培的时候，电流通过心脏会有严重冲击，持续超过1秒可能会致命，所以我们就晓得我们这个是可能会致命的。于是我第四题问我们说，根据上表，身体可能会有的反应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若电极位置接近心脏，可能致命。